你好。你好，星期六，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陆虎、林七哥哥来踢馆。说实话，好六团能干的事情，好像我们几个也能干。哟，哥哥们，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妹妹，你可不知道这个时代更新迭代有多么的快啊！犀利问题考默契，挑战拿不散的团魂。谁肢体最不协调？谁最爱变增高鞋量？谁是你们当中最糊的人？谁让何老师印象最深刻？太狠了都！你说你出来干什么？你是最近唤起我记忆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行业没有一个人敢抢何老师的麦，但是我也做到了，我并没有松掉我的麦。全员一致唱嗨歌，一起玩不错的音乐。这就是在配和声，刚才。如果你在天上胡乱的来，我们听一下蔡文静的单轨。给我一杯忘泉水。忘泉水，这里面为啥会有矿泉水的事儿呢？那我们下面要惩罚我们的好六团。记住大哥的好啊，老秦，平时的恩怨现在可以结一下了啊。做大哥的滋味，别晃啊，别晃，不要再演了。你就是大哥，你是大哥，你才是大哥。哎呀，别说话了啊！如果有来生，我不再做大哥。超强舞台燃爆全场，零七哥哥能否踢馆成功？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艰难。那究竟他们会投给谁呢？我为好六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哇，15票当中的最后一票，到底他会投给谁呢？来到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由25年国民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我们又见面啦。耶，今天出场很不一样哎，何老师很有气势。我们是在这个棚第一次从那个大屏幕后面出来，对的，有一种很帅气的感觉，就是我今天气氛有点好像啊，是不是有点严阵以待，拉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人来踢馆啦。啊，有人来踢馆，有人要给好六团下战书，而且是真的想要来踢走你们。怎么疯？为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这样吧，先看看他们是谁，好不好？好，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既然他们这么有信心，我们就掌声有请他们。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笑容带不走我心中那一丝哀愁，在每年秋天这个时候，
爱到最后，沉默消失，前最眷恋的理由，安静的节奏，风轻声动听，却忧伤依旧。感谢你特别邀请，观赏你要的爱情，嘉宾也许是另一种宿命。谢谢你送给我最后清醒，把自己还给我自己，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嘉宾。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来吧我的老 baby 们，哇，欢迎我们0713的小伙子们。刚刚楚生第一句出来，我身边这四位不约而同说啊，输了。是这样的，好六团虽然是有感情啊，这么多期了有感情，那也谢谢你们这一路来的陪伴，好吗？什么？怎么了？结束了。你可不知道这个时代更新迭代有多么的快啊。是啊。是不是？那这样了，我们今天是用实力说话，我们今天会有几轮的比拼，那么赢了的呢最后就会有一个奖励，这个奖励是什么？请大哥你来跟说一下。对了，这是好六团的大哥。我是大哥啊。这是0713的大哥。你这个大哥看起来就不够沧桑。哎，不我今天作为大哥就撂下一句话，如果你们赢了
从此我们让出舞台，让你们从此就一起就一点点就这样。我的大哥没有这么玩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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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让出可以，别带上我们。大哥重说，大哥重说啊，我们啊就让出一起啊，就一起啊，你们可以挑任意挑选时间来担任一期好六团。输了的话就要穿上当年表演的服装。可以可以，现在能有工作就不错了。何老师，我们没有别的工作，真的。哎，把那个合同拿过来，我合同也准备了，来。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衣服，好不好？请看大屏幕。哇！我的天哪，是帅的，是帅的。我是怕穿不进去了。对，路虎已经穿不上了，我根本穿不上，我现在只能穿那种宽松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金色跟银色的服装呢，哥哥们？这是决赛之夜，然后冠军跟亚军的这个特殊待遇，对啊，他们会有一个金色的战袍，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这么多选择，不知道会是哪一套，反正就好好演就行了，好不好？啊，好，那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比拼是什么呢？我们的0713能不能求职成功呢？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比拼。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来了。第一轮的比拼规则是什么呢？我们请小样来为我们介绍。小样 ，Hello， 大家好，哥哥们好 ，Hello， 嗨，哇哦，小样换衣服了，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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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来说一下我们这一轮的规则好不好？好的。参与者进入小房间后进行默契提问，如果觉得答案是自己呢，需要在提示音内冲出房间。有且只有一个人算成功得一分，否则全体接受喷气惩罚，最后积分更多的一队获胜。注意，挑战中绝对不可以掀开帘子偷看哦，偷看呢就算答对也要进行惩罚。所以每个人就扪心自问，这个题是不是符合自己，好不好？好的，明白。我觉得还是好六团，我们先开始吧，来。我想提个醒，我想提个醒，哥几个，刚才何老师私下有跟我透露，有些题还比较狠。对，所以我希望呢，因为咱们这个团刚刚建立起来，我们这次来是抢别人工作的，别玩完之后咱们先解散了，好吗？好好 ，OK。他们现在，他们抢工作就当着人面说，是吧？对呀。他没看见我们这儿坐一排人呢吗？在这儿。抢得很直白。其实就是我觉得也别太客气。郝老师，你放心，我们从来没对彼此客气过。对，这帮人最清醒。那0713，请先入坑。好，精彩精彩啊！好期待呀！陈楚生默默地走到了最远的地方啊，大哥就是这样的，非常的低调。哎，王栎鑫还抢了个 C 位，你看，真的是不懂事儿。哎呀呀呀呀！你在哪？你在哪？来，出来，出来，换呀换呀！认识楚生，认识楚生。你们咋还进一个屋呢？不，我没那个意思。哎、知道你红，我没有那个意思。你看我的认知多么清醒，就在最边上。那么现在呢？第一题就非常的伤人。真假的？真的。第一题就解散。嗯。真的吗？不要怀疑，真的有这么狠，好吧？来了第一题，只有5秒，所以要迅速反应啊！来，谁是你们当中最糊的人？哦！谁是你们当中最糊的人 ？What？ 哈哈哈哈！5、4、3、2、1。你出来干什么？你说你出来干什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有雪落下的声音，你出来干什么？你出来，你出来，都出来，跟另外三位报告一下。第一个出来的是路虎，看到小醒出来了，然后他就想躲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自愧不如，自愧不如。你看到他，你说自愧不如是？苏奎不是对啊，就是那个意思。我是一开始我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但是我发现还不够清醒，还不够清醒是吧？哦，这太残酷了，一个团都有一个最，我连最糊都有人抢。这怎么回事？哇，这个团马上就要分崩离析了，毫无默契。来，请惩罚。
好，来进去吧。下一题来了，请各位注意。哇，我觉得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比赛了哈，所以呢字字扎心。嗯，你们当中谁是唱功下滑最严重的人？哇，太狠了都。五四三二一，好，成功！哇，成功！你反思一下自己吧，为什么？我是听见有人在叩门，刚刚是谁在叩门？啊？是吗？嗯。你什么意思？路虎在敲敲墙，你是在提醒他出来是吗？你在提醒我是不是？我在伸懒腰，然后嗨嗨嗨，然后就碰到了门。我跟你讲，这里面是有机位的，你不要假装。你们当中谁是唱功下滑最严重的人？我有清醒的认知。何老师，我昨天刚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月星在我们巡演里面，我最闪亮这么感动的一首歌里面，一直在哇，这一直在那个飙海豚音。来了来了。好稚嫩，来检验一下有没有下滑吧，咱们现场测试一下他还能不能唱。来来来。どもだストレンのやふにょまじこのコロッピザスピノ打碎你玻璃ソチサワクノブラチュクアイピエチナタムノ。来了。玩玩玩，整个垮掉。真的，以前是海豚，现在是海狗。对对对，海豹也有可能。打扰了，打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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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成功积分，来掌声恭喜。好，下面请进小房间。所以到目前为止，哥哥们只答对了一题，对不对？一题。哦，那也没有那么容易。对，我觉得我们好六团的位置坐得很稳。还有两题，加油啊！来，谁最喜欢垫增高鞋垫？五四三二一。这么不诚恳吗大家？楚生哥，你就是回去的再快也能看出来你踏出来的那只脚。楚生奉献了本场节目以来最敏捷的一段表演。楚生和增高鞋垫不搭，哎，画风不搭。哎，我很心虚这个问题，因为我今天垫了，你知道吗？你看天哪。说实话，看到那么高的鞋帮，那也是让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我就纳闷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很高了，上台还垫增高鞋垫。对，今天张远你肯定也垫了。我垫了呀，我肯定垫了呀，看一下看一下。我讲一下，就是这个垫鞋垫这个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智商励合的时候，然后我们颁奖典礼，我们就看另一个团体，不是 MSC 啊，就是从我们面前走过，然后我们是这么看的。哇，我说他们真的就这么高吗？然后从此以后，我就不说谁了，反正我们组合有一个成员就开始，然后他形容的就是，哇，我现在我在台上跳舞，我感觉我在鞋里跳芭蕾。自从他开始垫了以后，我就开始垫了。对。这一题呢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呢没有想到也没答对啊，所以呢请惩罚。你出来干什么？那么高还垫增高鞋垫？星哥，你好像在里面刚脱的吧？啊？
你是不是在里面脱的增高鞋垫呀？没有，里面有 GoPro 的啊。副队长解决。谁最喜欢垫增高鞋垫？我感觉我在鞋里跳芭蕾。Cool。 没有，那么高还垫增高鞋垫。好，最后一题。2007年，谁让何老师印象最深刻？5 4 3 2 1。只有醒哥没出来。这是一道主观题，但是呢，我很感动的是，他们有四位都觉得让我印象深刻。楚生，说一说为什么你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当时有一场，我忘了几进几，我其实是待定，在那个城堡里边有一个后台，当时哭了，何老师在帮我在拉票，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待定啊，情绪会有一些影响。那时候可能比较倔强嘛，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待定哭，我是因为这个采访里面问到了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很感动的哭了。但是事后我自己看了这视频的时候，我才理解，哦，原来当时何老师其实是在帮我拉票。对，我个人会觉得可能会给你有印象。对，完全不记得。因为在我心里，你们做什么我都会接受，你们怎么样我都会觉得是合理的，因为那时候压力全部是给在你们身上的，所以就算你没有接我的茬，或者是没有顺着我的那个去把话圆回来，我也觉得没关系，真的没关系。谢谢，真的。谢谢。第一个出来是虎鸡嘛，对不对？是，对。为什么你是什么让我印象深刻？但是我在淘汰之后，最后有媒体说，哎，有想到路虎是第一个淘汰嘛？有采访何老师，何老师说，我们知道一个比赛对于这帮孩子今后意味着什么，淘汰的越早，可能今后的机会会少一些，但是没关系，我们都是好朋友，他们是热爱音乐的孩子，今后什么事儿我们都会带上他，所以何老师在很多很多数不胜数的事情都在带着虎子在做这些事儿，所以说我平时都叫何老师小太阳，我觉得你应该对我印象深刻，不然这些事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努力和勤奋，就是想让人多和你合作，这个跟印象深不深刻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何老师。小心，既然楚生跟虎子都是这个不太深刻的程度，那在我跟张远之间决出一个最深刻的，对不对？好，我们两个属于是在何老师主持生涯当中给你制造过特别大麻烦的两个人。名场面见证者。我当年是直接在一场直播啊，我把那个票给甩了之后，当时何老师也是化解一场危机。你现在要我切掉左手或是剁掉右手，我想我都会痛。现在场上还有11个选手，可以决出他们两个胜负。这一票。年少冲动不懂事，不好意思给您带来麻烦了。我必须说，是你们成就了今天的我。见证过太多名场面了，何老师。小远为什么那么晚出来啊？你是最近唤起我记忆的一个人，我本来也不记得了，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忘了。啊，我可以说两句话吗？今天我哭了，我又哭了，我为直接感动了，谢谢。如果不是我把着这话筒，张远快把这个话筒捏碎了，小伙子太激动了。我也都没有太深信，但是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也笑了，
主要你这是前言不搭后语，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真的，我现在我也记不起来我当时到底是怎么了。我明白，我就是激动，是只剩最后一个进十三的名额了。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大家都表现得特别的好，对，我觉得我被大家感动了，然后我觉得我总得说点什么，我总得做点什么，我居然，我觉得这个行业没有一个人敢抢何老师的麦。但是我也做到了，我并没有松掉我的麦。焊得死死的，极限拉扯。这个题出得好啊，这个题呢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回忆。必须说这一题我本来准备是送分的，就是不管你们谁出来我都会说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但是这确实是没有能够做到啊，好不好，来请惩罚。接下来好六团请上场，来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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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大哥有什么要训话的吗？一开始，大哥去 C 位，大哥，大哥站中间吧，大哥。人家大哥都没去 C 位，我大哥我这不合适，你知道吧？那我就不好意思了。你去吧，你跟那个帘子很搭。好，准备啊，他们的题也是有点精彩。第一题，谁有与众不同的小绝活？这个有点难，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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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有与众不同的小绝活？四，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还带往里撤的呢？一，哎呦，他什么都没发现。几个呀？四个。只有我没出吗？此起彼伏的只有你，这会儿你得出来呀。我想知道是什么特点。是是是，我先想问第一个出来的蔡文静。文静，你本来想说你的绝活是什么？唱美声。美声啊，哇，你是说真的啊？真的哦。来来来来，好，绝不绝就看这下了啊。命，找一下位置。明明，好，谢谢。不，对不起，对不起。什么？你的美声就是哈哈。等了一下嘛，好多年没练了。来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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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开始。明亮的小河里面有一条小鳟鱼，快活地游来游去，像什么玩意儿一样。还有这个词儿吗？我忘词儿了。我喜欢这个什么玩意儿，我喜欢这一段。好，剑刺你出来是想什么绝活？我的舌头可以360度反转。360度怎么转啊？这是可以被展示的吗？可以啊，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好，来，我现在先把正面给你们看啊。绝不绝？我是不是该站出来？你是。但这个是180度吧？啊？360不应该是转过来吗？哦，多了多了，180，180，360就拧上了呀，已经。重点是文静说，嗯，我的美声没有得到这样的反馈，输给了翻舌头。好，小唐，你出来是准备干嘛？我能把我的拳头吞进嘴里。哎呦哎呦，我的天哪！你能把拳头吞进嘴里？对对。哇，能不能这样，在同一个画面里面，他翻舌头，你吞拳头？没点杂技怎么能当好六团？因为我觉得是，万一你们今天被批走了，我也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好不好？再隔十几年的时候，你们来问我说谁让我印象深刻，我说一个翻舌头，一个吞拳头。但是这个就算了，这个不展示了，下一位吧。那个老秦，你是准备干啥？我也没比你们好到哪儿去，我能折耳朵。一个玩舌头，一个玩拳头，一个玩耳朵。
是这样吧，既然说到了，来来来，老秦折个耳朵，折耳朵就把耳朵塞到耳朵里，就这样子，就这样把耳朵放到耳朵里了。哇！咱们这个团真的是以后叫杂技团吧？行，好六杂技团。你们这些为什么之前不拿出来？以后我在那说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的声音。绝了！来，没有那个成功，请惩罚。好，来吧，进去吧。下题要赢哦，要赢哦！加加油啊！加油，好六团，加油！请注意啊，下一题是谁的肢体最不协调？必是蔡文静，必是我文静姐。谁的肢体最不协调？五、四、三、二、一。谁的肢体最不协调？哦，对，哎呦，我忘了有你，我忘了有你，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对不起。最起码你还能跳一个，对不对？我真的忘了这事儿了。不是，我在里面想的应该是文静姐，是老秦。为啥呢？文静的不协调是因为每次她被分配的舞蹈都超级难，对的，是突破了她自己的那个能力，所以看上去不协调。老秦是纯不协调，只要动胳膊就完了。哎，我给你做一个协调小测试，你看看行不行？可以。好，一个往前，一个往后，这样吧，可以啊。这只往前，那只往后，同时这样。第二个，一个手指往前滑，一个手指往后，同时。一个手指往前，一个手指往后。我想看楚生做。对，一个手指往前，一个手指往后。我不行。哎，对。哎，会了。对，还没搞懂。这一题我本来以为必能拿分，也没拿着啊。因为你们只剩两题了，你们必须都答对才有可能赢，好不好？加油了啊！好，先请惩罚。哎，就他们这个默契，我觉得咱们抢工作是有希望的，非常有希望。合同准备一下啊，那合同啊。我们对一题啊，再对一题，起码保住这个饭碗啊。对，好。至少是个平局，对不对？对。好，请问。你们当中谁最想演反派？赵尔棠。谁最想演反派？五、四、三、二、一。恭喜！赢了。不错。我就知道。可担心最后一秒老秦出来了。其实我是想的。为啥没出来呢？我想咱们得赢一回啊。我也是，我想想呢，但是我又觉得小唐肯定比我更想。对，要找一个更想的。小唐为什么这题这么有信心？这里面唯一一个长得像恶毒女二的脸就是我。但是恶毒女二一般都长得很美。好，祝贺这一题答对了。耶、yeah!
好，下面关键题了，下题要再对了，我们跑六团就拿下这一分了啊！拿下了，赛点，赛点，赛点！下题要赢哦，要赢！哥哥姐姐们加油啊！加油啊！最后一题，好，谁最会模仿？明智，明智啊！有了，赢了，大哥！哎呦，大哥，这有点存在感了，现在啊！啊，谭健次哥哥，那我想问，你会模仿什么呀？我还挺想看一下的。歌手的话，就像杨坤啊、刘德华呀、啊、这种，我也经常模仿。什么老太太，我也模仿，啥都模仿。来个老太太吧。老太太哈。好。我得先拔牙呢，这。谁都走呀，上班的走呀，上学的走呗，都走呀，该唱。大哥，请好好用脸。我已经很多年没这样过了。我明白，我明白。好，恭喜好六团获胜。好，那么经过这一个比拼呢，我们看到两个团其实都有自己的默契啊，但是更可爱的是都有自己的个性。也谢谢小样帮我们带来这么有趣的比拼。不客气，我会继续关注后面的比拼的，哥哥姐姐们都加油，我先去充电了，拜拜。好，谢谢小样，谢谢，爱你哦。好，让我们看看后面还有什么样的挑战，加油。这一局呢，对于我们0713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一共就只有三个环节哦，所以呢，如果这个环节再输了的话，那就可能下一个环节直接先穿上当年的演出服了。所以呢，真的势在必得。下面这个环节就是我说到一个歌手的名字，你们必须在我说完321之后，一起唱出这个歌手的某一首歌的某一句哦。歌不同不行，歌相同但不是同一句也不行。最后呢，如果哪一队已经挑战成功了，那输的那一队就要派一个人坐在这个椅子上，这里呢有5个气球，里面是水，就剩下的4个成员要轻轻地去一层一层把这个气球割开，如果有一个人割中了一点，那就这个下面这个人就必被淋。大哥去吧，大哥。我呗。你不用这么快就 cue 我出来。好，第一轮首先是好六团，请听题。咱们统一想到了统一唱副歌啊，对，咱们就唱副歌，就唱副歌。我们0713来监督，谁唱慢了或者没吱声，放大镜会说。来啊，准备。苏运莹，3、2、1。吹呀吹呀，我的脚。谁消遣没有唱？我的脚放松，吹呀吹呀，吹呀！这根本都不需要回放，你哪怕凑合一下，你在干嘛？1、2、3、4也行啊。我反应慢。我懂了，老秦希望这一轮呢是0713赢，这样的话呢，就好像双方比分摇得很紧，是吧？对对。啊。对。下面到0713的题了。嘿嘿。如果说打个比方，他说腾格尔的话，第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先发出个音，蓝的天，可以，看你们的默契啊！我相信我们的默契。哎，反应快点，谁反应快谁先啊 ？OK， 反应。好，来，张杰，3、2、1。这就是爱。慢了，你们大哥慢了啊！你们大哥慢的有点过了。大哥在配和声，刚才不是和声，不是和声，是这样的，以我的目测，楚生没唱这，从就是爱跟的。对对对对，就是爱吗？不会吧？
是爱。啊！我竟没跳这，连救都没跟上，连救都没跟上。我申请听月星哥的单轨。啊！小心，小心，这个刚才真的把他逼到就是唱功回潮，真的，那真的是呐喊呀！来听听看王月星的单轨。后边还 OK， 完蛋了，要分单轨，我这个要垮，我这个要垮。你，我还是好好当演员吧。就刚那一趴，我们所有人都退出歌坛。我跟你说，好，现在双方都没有能够成功，第二轮来了，好六团，哥，你张口得张个，给我一句就行，你知道吗？请听题，腾格尔，三二一，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哎，这慢了，哎，这唱的不错。哎呀，我发现一个细节。是的，恭喜他刚刚有提示。我啊，没有，你看看回放，我看回放。蓝蓝的天空，没有，冯喜每一次唱歌之前都会有一个特别大喘气，他都有这样的。不是，因为我离得近，我都听到。严格，我只能说好心帮忙，最后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行，谁也别好，来，哎嗨，这是什么态度？来，下面这题更难，好不好？好，很难，真的吗？啊，做好准备啊，来，周杰伦，周杰伦，哇，真假的？来，三，二，一。欢喜英雄，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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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醒，我就奇了怪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有一个 rap 属性，你们在那边快使用双截棍。那你唱的啥？我想唱我一路向北，我就没开口。快点向北，你现在就向北。啊，这里面最积极的是王栎鑫，而且他的声音的那个声压极大。我们先听一下王栎鑫声嘶力竭的 rap， 好不好？王栎鑫单轨，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如果有进攻，好狠不狠？然后他旁边有一个明显被吓到了的小远，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哼哼哈嘿，哼哼哈嘿。他绝对是，他是被打的那个。对不起。哎，我可以改题吗？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六团的题比那个0713的容易嘞。可以，我们有信心。不怕，没在怕的。没在怕的啊。来，刘德华，三二一，给我一杯在天上胡乱的拍，给我一杯在天上胡乱的拍。秦霄贤，可以了，我听到了，太吵了。秦霄贤没有张嘴，对吧？而且蔡文静完全是忘情水。来，我们听一下蔡文静的单轨。给我一杯忘泉水，慢的拍。忘泉水。给我一杯矿泉水吗？
这里边为啥会有矿泉水的事儿呢？看来他不想忘情。哎，你看看，你还好意思？人家至少张了嘴。那只是我张嘴了。你张嘴了吗？就是词儿不太对。听一下，听一下。哎呀，冷冷的心雨在天上胡乱的拍，暖暖心暖暖心暖暖暖暖暖暖暖。太混了，太混了！来，这里面有一个拉主 key 的，可能拿出来可以有欣赏的价值啊，就是弹键刺。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哇，稳了稳了，就是要这个水平嘛，好不好？好，下面我觉得他们有望能够完成，因为下面这位歌手他有不少出圈的作品，但是有一首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哦 ，OK， 我这题就特别给我们0713，好不好？兄弟们，兄弟们是这样的，甭管就是唱不唱对，但是咱们尽量别走调。OK， 保持在水平。好，来准备，蔡徐坤，三。二一，你心里的大哥，主持人哥没唱。哎呀，我想说，水都放成这样了。这里面我看到了一个哥哥慈爱的眼神，看着张远说：“你唱啥呢？”杜生真的，你肯你听过吧？情人听过吧？没有。你总见过杜淳吧？就是、啊、杜淳，为什么？杜淳的经典舞台。哦。虽然坤坤的这首歌非常出圈，但是我忘了还有代沟这件事。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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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很遗憾啊，下面做好准备，又来了，加油！我们赢了，赢了，赢了，可以的，可以的。筷子兄弟，哎呀，这个简单呀、啊。三、二、一。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秦小贤可以了，老秦这过分了，对吧？秦小贤，秦小贤，老秦，你要不下来跟大家道个歉吧？对不起，你不用对不起，一会儿你就替大哥坐那儿去。但是呢，我还是想听一下蔡文静的单轨。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相当精彩，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蔡文静的单轨。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爷爷又不嫌多？怎么爱爷爷了？怎么就爱爷爷了？对不起。好，很有可能比赛在这里终止了，因为这一题是我们0713的福利题。哦，我不信。来了，我大概猜到了啊。王铮亮。哇，这个。三、二、一。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纪就老了。可以了。哇！这个应该算过了，对不对？虽然虎机慢了半拍，但是呢，他每个字都唱了。对对对，想和声去了啊！想和声去了，一个制作人的一种习惯。我们要祝贺我们的0713不负众望。我们为什么要鼓掌？好，那我们下面要惩罚我们的好六团，首先派一个队员穿上雨衣来接受惩罚。哎呀，那只有大哥了。你这会儿就不出来是吗？那
挺大。你这会儿就不出来是吧？大哥，大哥别大哥，啊，帮我穿是吧？大哥，大哥，我就知道，帮我穿。大哥，哎呀，大哥呀，大哥别，你别自己穿。没事没事，大哥路上要时候要小心点，大哥。这时候这可是今天当鬼只有大哥是在线的，大哥每一题都是对的，对，然后还出来接受惩罚。大哥人真好，大哥立人设，真的是哦，大哥立人设。去吧，好，来坐好啊。好，下面呢，每个人上去割一刀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第一个上场的是我们勇敢的小唐，加油！记住大哥的好啊，一定要记住啊！轻轻的，姐，轻轻的。漂亮！哦，漂亮！哎呦，厉害！一刀一层可以。漂亮，他只割破了一个黄色的气球啊，不是全破呀，全破就砸了呀。对，就是有可能不会破是吗？就有可能，只要每个人都只割了一层气球就不会破。来了来了，大哥，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大哥。比他唱歌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可能会割的多一点，觉得他这垮了。小心稳定啊！哦，大哥，大哥，大哥！啊，还行，啊，还行，啊，还行！哦，哦，厉害，厉害，厉害！哦，也是一个，嗯，漂亮，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行行行行，哎。那我把关键的留给我老秦哥好了，好吧？如果有来生。我不再做大哥。我觉得剑刺现在才意识到这么吓人。姐姐竖着竖着竖着哥，姐姐，我觉得有机会能够成功。哎，这个头到尖儿哥，对，轻点，轻一点。哇，漂亮漂亮漂亮，有机会，是不是里面还有一层，对吧？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层。哇，漂亮！大哥，我觉得你都不用淋水，就看老秦这一招了。要么他把你送走，要么就是没问题了。帮我穿雨衣的人是你，老秦，平时的恩怨现在可以结一下了。就是嘛，你们真的那么合吗？别晃啊，别晃！你们真的感情好吗？错了，你就是大哥了。对，想想做大哥的滋味。什么样做大哥？你马上就上位了。哎呀，别说话了啊！孩子心态崩了，不要再演了，你就是大哥，给他一个痛快。你才是大哥，你才是大哥呀！好吵啊！挑战成功，祝贺好六团！哇，挑战成功，大哥棒！好，这把虽然我们输了，但是我们贡献了最团魂的一幕。对，好，然后因为好六团挑战成功，现在压力给到0713的那边，来派一个人出来。哎，这个真的是看得出来感情不错，是不是？小心翼翼的一道一道跟，你看换我们换苏醒上，来苏醒，来苏醒上，来苏醒苏醒，你换苏醒看看我们是什么效果啊？来来来，他们就从这个开始就好了。来，你要拼吗？不拼是吧？好嘞，来来来，雨衣都不给了。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词叫做团欺，欺负的欺啊，团欺。对，因为当年我们真的最讨厌他。对对对对对，想方设法逮着机会报仇。好，那么现在来拍卖第一刀。哎，能不能我来？要不我来，直接。能不能交给我？我来。好，行，直接扎。人家体现了团魂，咱们能不能稍微的也体现一些我们的团结，好不好？好，来。我跟你说，如果换作是我们这个团队啊，直接时长省了一大部分。好的，来吧，来，
一二三。团不是重点，是裤子都湿了。现场是有当年拿第一名的人的，好不好？不要这个样子。大哥，大哥，这个好玩，我也想玩一次。回头这道具给你留着，回家慢慢玩，好不好？好，不管怎么样呢，还是要祝贺我们的零七幺三在第二轮的时候扳回了一分。场上比分1-1，谁能够赢到最后，谁会站稳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我们一起期待最后一环，叫做看不够的舞台。提醒您稍后看点。Let's go, up, down, funk you up, 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生不会再见啊。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我哭了，我又哭了。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手和当年张远的一样湿。优酸乳，你好星期六，夏天更精彩。优酸乳，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有滋有味，精彩加倍。25年国民优酸乳陪你开启看不够的舞台环节。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0713求职男团和好六团的第三场对决，青春合作舞台。是的，没错，要在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立足，能歌善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今天的两个团体在这方面都各有千秋，看来今天的舞台绝对值得期待。那在舞台开始之前，先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对决规则。每一个舞台都由0713求职男团和好六团进行合作舞台表演。三个舞台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将有请15位创意评审团上台投票，最终票数多的那一组将获得本轮的胜利。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个规则好绕的。表演是两边合作表演的，投票投的也不是节目，也不是个人，投的是两边，所以我也不清楚大家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投票呢。那么接下来是第一个秀马上要开始了，我们0713派出的是苏醒，而好六团派出的是大哥谭健次。欢迎两位带来唱跳舞台《本草纲目》新编。Shall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who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eet masterpieces. 我飘起油彩，跳个大概，用书不是乔丹的一拳开，好机会展开，给一拳对白，结局平摊下来，看谁厉害。如果观众在世，终将就被抑制，外公来血汗自己发光民族意识，马金子绝命自残，儿子还有链子，黄腰子苦豆子纯金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看着我那几个字，闪耀单位攻击歌，闪耀单位攻击歌，看我装一把重要，不下一天骄傲。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人吃什么单，人吃什么弯路，用千篇不能太暴露，师傅的手法不能这样乱抄，为领口用来把药，还有冬虫夏草，自己的音乐自己都要分量刚刚好，听我说重要哭，超市应该更酷，快放开奔走，跟我多看一些什么书，陈俗地落一翻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都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唱 Saturday night and we're in the spot， 跟我来调个偏方，专治你没完的内伤，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everybody 跟着我，这首歌天才有 part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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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心情坏点击轮胎就故意透露气息，谁不信自创音乐，雾霾落春雨天马绿，再花一点严格点，我心里慢慢都是你， Let's go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我好喜欢他们这种配合默契又毫无交流的表演，是是他们两个人各自精彩，但真的互相没有在搭理对方。看到小醒的表演我特别感动，真的好帅的一个中年歌手，但真的很棒，而没想到一上来这个表演好丰富啊，主要是一个现场的反应，而且跟这次每次我们之前也有一个同样的节目，然后只要跟他在舞台上就有一种特别好的化学反应。明白，你们的化学反应就是互不打扰。有的何老师，我们在中间，我们往前走，我们有那个互相击掌，其实是有的，就是不多。 对,、啊、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影响这个秀的炸裂，真的很好看，非常好看，而且这两首歌的这个混搭也特别的神奇啊，非常的精彩，来给他们两位掌声。谢谢，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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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第二个舞台给从前的自己。0713求职男团派出的是陈楚生，路虎好六团派出秦霄贤，何老师，掌声欢迎。内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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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一定要赢啊！我们都已经王炸了，已经。伤心比伤感多，少熬夜也越深越迷惑，别难过，大风大浪在后面呢、啊、多看书，将来总用得着，要相信当下最好的你，别撕扯，别让家人为你担心了，不公平的事情见太多，自己不平到哪都漂泊，别相信太轻易的承诺，世界太大，谁不是谁的过客，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也许有人就陪你这一程，不会再见了，不必在乎不属于你的爱，刺痛你的话你就当作笑话，别回头，慢慢的往前走，别害怕，不复杂。
这世上谁不是讨生活，逃不掉做俗气的作者。若错过，活出自己就是最大的收获。我们要特别把掌声给虎子和楚生，因为这首歌是他们俩一起创作的。哇，太走心了，哎呀，这首歌太好听了，好听。今天在你好星期六唱这首歌的感受是什么？我没有觉得今天是在比拼或者怎么样，而且是这样的一个舞台，我看到这么多凳子，然后代表了我心中各种各样我想象中的人生，是不是有从前的自己，有现在的自己，是不是也有未来的自己，然后每一个故事是不是都在每一个凳子上，然后让我们去传递出这个故事。在唱首歌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蛮有感觉的，就是能够有在看到两个人过往的一些画面。15年是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的起伏，但最终我们能够在一个舞台去把我们的这份热爱，这份坚持，能够在舞台上面让更多人看到，说实在我挺感动的。今天我们四个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突然发现给从前的自己，我发现可能你们从前的自己有我的陪伴，但事实上我从前的自己也是有你们的陪伴。而且今天我一开始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椅子，后来在想，其实我们曾经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坐在不同的位置上，有的时候你在我前面坐着，有的时候你在我后面坐着，我有的时候看得到你，有时候看不到你，但是兜兜转转，最后我们四个坐在一排共同讲述心声的时候，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在人生什么样的位置，就是一起走过的人其实还是会有那个情感的联系。那欣赏完了这么走心的一组舞台之后，那接下来让我们马不停蹄地进行第三组的对决，有请0713团的张远、王月星和好六团的蔡文静、赵小棠带来喊出 Yes OK。
欣，你跟的好努力啊，月欣。真的，小远跟小唐太优秀了。Cool. 王月欣和蔡文静太感人了。啊啊啊！月欣，我也看见了。月欣，尽力了，尽力了，真的很努力。太感人了，何老师，你们是知道的，我十五年了，我从来没跳过舞。是的呀，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唱跳歌手。他昨天一直在放弃，一直在放，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你做到了，王月欣，超棒的。我跟你讲，你这个时隔十五年之后，你突然开启了唱跳之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的话，陈楚生也可以。You what？大哥想看，想看。哎，师哥，你要不要学一下我们动作？师哥。哎，对对啊。哎，师哥就这些。哎。生哥，生哥，生哥，再来一个，楚生哥。楚生哥。哎，让成团的小唐叫你啊，来来来。备走，要住进你的心里呀，约定了一起绽放。陈楚生加油！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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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等一下，放过他吧。我做不到。我们不能再让楚生再跳了，因为再拉好感，你好六团真的没希望赢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十五位创意评审，他们真的会非常的难抉择。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现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所有评审团的朋友们，已经来到了舞台上。大家看到他们手上都有优酸乳，那究竟他们会投给谁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有请第一位，来自大众双 Q 音乐的曲鹏林，有请。双 Q 来自大众双 Q 音乐的曲鹏林会把票给到谁呢？三个。哦，好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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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我能说两句话吗？坐紧，坐紧。我哭了，我又哭了。坐紧，坐紧。我哭了，我又哭了。今天我为零七幺三感动了。零七幺三。那哭出来，你俩哭出来呀、啊！支持你。杨哥，你想不想把这一票还给他？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好的，下面一位是来自德云摄影。哎，德云摄影，志哥，志哥，志哥，德云摄影，德云摄影啊，谢谢我啊，谢谢我，我也有话要说。我为好六举大旗，看谁敢与他为敌。哦，要不再给他们一个麦吧。何老师，何老师，我想感受一下抢你话筒的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就想知道一下。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手和当年张远的一样湿。谢谢。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宝了么的一位骑手李炳华。哇，他赶时间。欢迎欢迎，赶时间赶时间。哇，他赶时间。领先了吗？6-5。哎，领先了，反超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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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哇，最后一位果签，15票当中的最后一票。仙姐给点面子，仙姐给点面子，给个面子。哎，你怎么还带了一个，你带了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漂流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礼物，就是2007年之后，我们哥哥们比赛结束之后，喜欢他们和关注他们的朋友，就是都传递过这个本子，里面就写了很多对他们讲的话。
就非常的多啊，我们全国各个地方的都有，然后就借助今天你好星期六的舞台，想要送给他们这个漂流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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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可以在以后的歌唱道路上越来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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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祝贺今天获胜的是好六团，但是呢也祝贺我们的0713的朋友们今天也可以拥有穿回当年的战袍再来一次表演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刚才健次跟我说哇连这个音乐都是一样的，是的是的，就非常像是07年那个夏天的那种感觉。何老师，我15年前的时候就是喝着优酸乳守在电视机给他们加油的。是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现在呢，我们健次手上拿的是这个优酸乳的冰糖山楂，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今年正好也是优酸乳成立25周年，祝优酸乳25周岁快乐。25年前优酸乳刚推出来的时候，我都是要好好表现，拿到小黄花回到家，我外婆才会给我喝这个营养又美味的优酸乳。我觉得我超级喜欢喝小。是的，那么为了庆祝25周年的优酸乳，特别推出了这款全新的优酸乳冰糖山楂，大厂优质奶源真实添加中华果王山楂，就好像是把冰糖葫芦啊装到了优酸乳里面一样啊，营养酸甜还特别的开胃。而且呢，夏天马上要到了，另一个新款的优酸乳乳气，牛乳加气泡，零糖零脂肪，健康碳酸，就喝乳气。那我也要试试。来，好的。其实呢，我觉得不管是新款还是经典款都是我们喜欢的爆款，我们呢也和0713一样啊，优酸乳陪伴了我们大家的成长，也见证了我们的青春。那么我要我的快乐周六一起和优酸乳看湖南卫视你好星期六吧，让我们来一起为优酸乳干杯，也为青春干杯。那么接下来我们哥哥们会穿上什么样的服装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最后带来的终极舞台表演，掌声欢迎他们。闪亮，也亮不过我的梦想。我旅途的开场，我沿路的回程，风沙搁浅的希望。时光让脸庞渐渐发光，风雪把悲伤轻轻吹凉。被淋湿的翅膀，再拥有穿越过那暴风雨的力量。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闪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你给我梦想，我勇敢往前闯，风吹雨打拍拍肩膀。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闪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路光。记忆的远方，我披戴着荣光，照进天窗擦亮梦想，我最闪亮。我跟你们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做到了。还能跟这帮老哥哥们站在同一个舞台真好。15年了，感谢你们一直的陪伴，我的音乐里一直有你。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张小远虽然真的很幼稚，但是我也真的很喜欢15年前的你。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闪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就唱我最闪亮，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记忆的远方，我披戴着荣光，照进天窗。
想唱就唱我最善良，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记忆的远方我披戴着荣光，照进天窗擦亮梦想，我最善良。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抱一下何老师，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时候我一般是在这儿的。对对对，就那个位置。我一般在这儿，对不对？哇，何老师，我淘汰了。哇。我觉得就是今天其实不管是输或者赢，我们都还是想让你们穿上当年的衣服，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找回当年的自己，但是就是有一份那样的执着是不会丢的，所以呢这个舞台对我来说非常珍贵，也算是你好星期六送给无畏的这个我们零七幺三的一个小小的礼物。谢谢。我也必须很冷静地说，其实大家喜欢的也不完完全全只是你们五个，大家喜欢的也是陪你们五个走过的那个自己。其实我们几个从来不主动消费这个所谓的情怀，但是客观上我们确实是很多人的情怀，这个我们首先会跟自己自洽，然后我们也会感恩当年的岁月。今天呢特别感谢你好星期六，因为很多事情变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没变，一样的何老师，一样的舞台，一样的灯光，一样的伙伴们，谢谢这个舞台。真心的祝愿他们会有更多更好的舞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优酸乳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优酸乳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欢迎各位来到由25年国民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好六团和零七幺三团的精彩表现哦，敬请期待吧。故事的开始呢是这样的，随便拿随便拿，我能猜出什么花色什么数字，我猜是黑桃 K 梅花尖，黑桃 Q。 哇，不会吧，独家绝活不能外传的啊。你们被炸了，诈骗离我们有多远，我被骗了14800元，被骗了40000元现金，一点进去十几万没了。我们之前特意盯上了凤凰传奇。别被炸还能重来吗？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你必须要拥有一双火眼金睛。有请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老师，根据何老师的描述来进行模拟画像。太厉害了，在现场找到画里的这个人。倒计时30秒开始倒，注意安全注意安全。逮着了逮着了，抓起来。哎，就这么确定？这不也是诈骗吗？女主播直播间背后究竟隐藏多少秘密？有些男性冒充女主播进行诈骗，几号是真正的女主播？你能不能把喉咙给我们看到？就是喉结。哎，没有。哪有喉结？没有啊。他可以往上藏。看清楚没有啊？问你一个问题吧，三号。好的，谢谢哥哥。谢谢哥哥。不花了，太不理智了。拿捏住了。现在有请每一队给出你们最后的选择吧。下周六晚8:10，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优酸乳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优酸乳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好的，我要我的营养好滋味。以上就是由25年国民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天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0713，谢谢。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再见，拜拜，欢迎再来玩。